在真侪场合奉注目的和群各种管乐队，今年暑假将头一届招收各校的学生，利用捡落来时间培养学童管乐甲科学技能。七月八号嘛，将伫八卦山美学馆举办成果展，欢迎小学、中高年级学童踊跃报名参加。无论是定点表演，或者是行政表演，和群各种管乐团拢展现一流的表演水准。伫咧整体演奏甲花色变化拢已经真有水准的情形之下，今年第一届向全国小学中高年级招生，希望向下扎根，将管乐基础培育到搁较少年的学子上。是真正，即马训练啊，要真正有一个水准。训练就是这样子的。他们水准有的就是要让他们出外，让他有临场。这个在咱河边电视个表演，对，哦，丁丁，你即摆看我吧，真正河群一丁杀出来，对啊，把他推出来，讲我无一丁囡仔安尼哈尼认真咧训练，这不是一个人咧走，这是规团啊，这爱默契啊，八十个人是八十个人，你起来准他那家伙，代表。这不是讲囡仔学嘞，要栽培伊这团队，我讲来开百万呐嘞，这真正是都不要怕啦。和群管乐队优异表现，嘛将会配合华山基金会伫河滨地区举办一系列演出，演出看目所得专属作为华山关怀独居老人用途，嘛希望透过固定时间演出，提升河滨整体艺文气息。我们有机会去，我们向下扎根。七月八号就会表演，对，向扎根嘛哈，然后我们将来校友毕业以后，校友我们会再纳进来。所以很好，可能成为和美镇的一个特色，不管越大镇，它一个 KO 点，包括都要进这，但是那种机会，那因为那是越大镇，希望有机会成为那的一个何必其他之外，对子女也会要飞。希望何必在这度的故乡之外，会当搁再成为管乐艺文的重镇。新中华新闻江代景何必采访报道。